独家医生在问你问题的时阵，你表现得好棒，阿姨给你一个赞。我看你有代志要处理啊，悄悄我来搞就好。无咱交换一下联络方式。我手机啊有商业机密啦，别让伊看到。阿无我扫你就好，加好友。做一个妈妈，我也是爱讲歹听话，我实在是无愿意，伊佫受到伤害啊。阿姨是希望我甲咱亲来去见面啊。三立台湾台30周年大戏《天道》。金玉，各位叮当啊！不管你有甚物愿望，你要直接跟我讲，我来负责。他们无可能把这个定金，看你选择一个做我。你还拢跟美国讲同款的话啊？我无想要跟国同款，跟一个无介意的人共情无共心。我敢有这个影响，邀请你坐我的马车。我已经决定要跟青玉做伙。我讲袂去就是袂去。我是不可能放弃禁欲的。吴先生，三立台湾台30周年大戏《天道》。林子宏，就是萧家主爱粉丝呢。你是武山集团吴小姐对吧？但多谢你跟我叫。这只是小挂代志尔，其实你根本就唔免专工走去做啊。我头一次拄到形象的查甫人，想要主动出击，我跳到铁棒，我今麦我是不是无机会啊？今日陈永信敢丈人对峙，甲所有代志拢讲我清清楚楚，我真正想袂到王爸会让这款正残忍的代志发生。你讲我以前的消息吧，就是无希望我甲圣贤两个人好过。你若真正刚好圣贤吃亏，我甲你无一滴一点的后悔。等亲爱甲子孙做伙，啊，迄、那个囡仔是啥？无咱交换一下联络方式，等我无用煞，悄悄悄。我手机啊有商业机密啦，别让我看到。我知影你有你的痛。甚至你是比单亲更加痛苦的。对我来讲，单亲比什么代志都较重要。只不过我来先修就好了。这就是我跟你讲的，我的旋转木马。虽然这不是我看过上豪华的旋转木马，但过等到滑一种真温馨、真温暖的感觉。因为我今日夜场囡仔，不管是精神状况还是身份地位，拢无法度帮助你摕到规个武山集团。就算讲无门当户对，我嘛一定甲武山集团这块招牌打起来。啊！不过我无想要甲国同款，甲一个无介意的人共情无共心。我讲袂去就是袂去。我有一种介早就熟悉的感觉，我是无可能放弃境遇的。吴先生。